吉安乡公所连办八场的幸福挥毫赠春联活动，场场爆满，而名师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完成乡亲需求。乡长游淑珍也化身为送福天使，自赠超人气的伏虎绕吉安 Q 版春联，为民众添好运送祝福。吉安乡公所为了迎接农历新年到来，结合花莲县书法学会及花莲回蓝诗社共同办理连续八场次的赠春联活动，场场人气爆棚，名师们也使出浑身解数，客制化免费完成乡亲需求。乡民我们有来到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他的名字，或者是他想要的商号，商号的名字，然后我们做一个砍制的联或砍制的诗，然后这种呢。也我们就是我们诗社独有啦，很棒啊，每年都很期待啊。哦，你有拿到自己喜欢的吗？有啊，这个都是自己从网络抓下来请大师写的。乡长游淑珍也到场，陪着数百位排队民众热情寒暄。他也向乡亲行礼拜早年，并致赠超人气伏虎耀吉安 Q 版春联，为民众添好运送祝福。书法艺文缤纷吉安，感谢所有在地的名师为吉安带来的传统年节，这样浓浓年味的红彤彤、喜气的春联，我们相信新年带来一年新的展望、新的未来。在我们年节期间，也再一次请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把口罩戴好，手要洗干净，让我们防疫自己，守护家人，守护大家。虽然天空下着大雨，但活动会场总是能吸引到许多民众前往索取春联。在多位名书法家竭力之下，写了上百幅具有温度的喜庆春联，民众大排长龙，也让现场洋溢年节氛围。记者徐立勤，吉安乡报道。